ICU 从手术中刚刚苏醒的那一刻的照片，很无奈的感觉，对吧？当时的我，几个月前做了2次的手术，我4月份做一次，然后6月份做一次。这个手术在哪里呢？在这两个动脉，这个两个动脉堵塞啊。当然，这个说法不一，有人说是这个疫苗的结果。当然这个没有科学根据啊，这是一个怀疑而已。在手术醒来以后啊，特别想念弟兄姊妹，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呢，跟这个思念有关系的啊。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啊，所以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讲的话，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腓立比书。如果声音可以的话，大家把回音稍微小一点，声音回音稍微小一点啊。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3节，然后我们再从第6节开始往下读啊。耶稣基督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了福音。”我深信，在你们心中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着。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众人，这是神给我做见证的。第九节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我们的神。”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清晨来到殿中，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尊崇。主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我们谢谢你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有了平安。现在主，今天求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求你来高牧我们今天的讲台，就让我们所讲的是合你心意的，是单单讨你所喜悦的。耶稣。我丰盛华夏基督教会，因为我们知道，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丰盛华夏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同心合意的兴旺了福音。说我们不仅在维吉尼亚建立教会，我们也在美东、美西、在亚洲、在澳洲，我们来建立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主耶稣，求你来祝福每一个教会，在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让来寻求你面的人都得到你属天祝福。为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爱里边得以建造，哈利路亚！愿你在今天得一切的荣耀，愿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得一切的福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Amen。好，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是9月份啊，8月份是一个什么日子？是一个秋天的日子。如果我没有记错，上个礼拜就立秋了，对吧？我们昨天有一个很美的活动在外边，在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天气已经凉爽下来，立秋了。那我们上个礼拜在我来之前，我们在洛杉矶的海边，我们洛杉矶分堂有一个寿喜的仪式，我们看几张照片，我看一下了啊。那么这又是个丰收的季节，我们每年在海边都有一次的寿喜的仪式，他说我们在复活节，在圣诞节。也在教会里有受洗，大概我们一年有3次的受洗，大概一年我们是100人左右的受洗，在洛杉矶，很多的中国的新移民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看到这受洗的情况往下走，来图片，
先往下走。好，这是我们在这个 fellowship 的活动，有表演的，有唱诗的，有赞美的，来往下走。好，大家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很多的照片，这是我参加的弟兄姊妹和受洗的弟兄姊妹一起的合照。再往下看，这受洗的仪式啊，在大海里边受洗啊，这个非常的壮观啊，每一年，而且大海边不用戴口罩的啊，这个没有问题，非常的安全。大家看到啊，今天因为我手术没有受洗，底下两个年轻的牧师下去受洗，我在上面给他们拍照，很多照片是我拍的啊。大家再往一看啊，好，我们看到保罗的思念啊，在腓立比书一开始，保罗就讲：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就常常欢欢喜喜的来祈求。我们知道保罗在给腓立比教会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写的呢？弟兄姊妹知道啊，他是在捆锁的时候，在罗马坐牢的时候。所以保罗在罗马他写了四封书信，弟兄姊妹如果记得的话，第一封是腓立比书啊，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还有一卷书很多人不读的，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哪一卷书？叫腓立门书啊。保罗这四卷书被统称为保罗的监狱书信。那么当一个人在监狱里，他会想谁？你们告诉我，会想谁？我在医院里边醒过来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想的是谁？你知道吗？当然太太了啊，师母，然后女儿，然后儿子啊，这个，然后呢，当我醒过来了，一大堆的电话都打过来了，王志勇、徐志秋，一大群我们神学院的教授啊，电话就打过来，我都说不出话了。那时候插管子插进去的时候就把喉咙伤害，我两次都要插到底的管子，因为怕危险抢救的时候，每个手术不长，4到5个小时，啊，出来以后从全麻中醒过来的第一眼看到了师母啊，然后他给我比手势，这是几，然后这是几，这个，然后这眼睛这样的这样跟着走，还好没啥，因为这个手术告诉你，医生告诉你，这手术的后果有3%的危险，这3%包括死亡，包括这个残疾，包括你语言失去，语言的能力失去，那甚至你行动的能力失去，那对一个疾病人呢，全麻中的人在麻醉之前那一刻，是他非常死抓狗的时刻。因为他知道完全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们靠自己啊，靠我们的经验，靠我们的这个免疫力，什么都不行了。在那一刻，你只能把你交给神，因为医生说你是不是那3%，我不知道，啊，那谁知道呢？那只有天父知道，上帝知道，我们怎么会知道？所以他说我告诉你，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首先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检查你的行动，因为手术有中风的危险，有死亡的危险。那你醒过来是死亡免去了，但是中风可能性很大。那你要告诉我们你是正常的，所以要做一些的 test， 正常的。当然我第一次手术醒来就不正常，我这手就跟面条一样，就不能够合到一起。我在第一次手术的时候，我有5个中风的地方，就是在血液没有上去，然后5个地方神经死掉。还好没有包括语言，一点点，有的时候我说话会嘴不像过去那么利索，那会感觉到那种别扭，那主要是右边右手和右腿，那手势就跟面条什么都拿不了，这个不可能拿眼镜的啊，拿筷子也是拿不了的，我有一点的沮丧，一点小沮丧，我也跟主，我说主，我知道，当我手术的时候，你应许了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你必保守我脱离这次的捕鸟人的网罗，脱离这个凶险，我必然能够走过死荫的幽谷，来到青草地。那突然间这个手不能动了，我不能写字，但是我的毛笔字写的还是很漂亮的，对不对？我的钢笔字也很漂亮，突然不能写字了，人生就缺了很多的色彩啊，对不对？然后连夜就做这种检查，哇，这个晚上11点开始就进入到MAR， 然后什么核磁共振，所有的然后 B 超，所有的做了5个检查，就不断的推着回来，到天亮检查完了，到7、8点钟来了几十个医生，来过来了，告诉我你是有
中风的现象手术，这次手术不算成功。你想一个手术不成功会面对着什么问题？那很严重。还好这时候女儿打了电话，我就跟女儿说了这个情况。女儿是做理疗的，她就专做手以上就不管了。有一次我肩膀疼，我说肩膀疼怎么办呢？她说那不归我管，我就管手。她说爸，这个我的病人比你严重的多得多，你不要担心。这个手术啊，这个脑子的这个不是医生所说的那个神经死了。他用错了词，他说那个是睡了。我突然就想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保罗所说的论在主里睡了的人，其实人死了离开这世界了，但是保罗说论在主里睡了的人。我突然想到这两个词，一个叫 dead， 一个 sleep。 dead 和 sleep 是很大的区别，但是就是 dead 不能再活了，可是 sleep 会醒过来，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的生命跟基督的生命连到一起，他死离开这世界，他不是死了，他是 sleep 睡了，在主里睡了的。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在主里边苏醒过来。所以他说，女儿说，爸，你会醒过来的，你这神经，不过你要刺激他。我说用针扎吗？他说不针扎，你要做医生要求你的所有的动作。所以我就每天这手就得不断的动。然后数黄豆，大这个两个，这两个，然后这两个，然后这两个，一个数这边一碗，这边一碗，一碗能数一个小时，知道吧？数得我很疲累。然后呢，黄豆变成黑豆越小，然后变成大米，大米就不断的数，我数了一个月，然后做他们要求的所有的理疗，瘦了20磅，现在又回来5磅啊。瘦了20磅，就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昨天很多姐妹说太好了，那你去割一刀试试，对吧？太好了，太好了，你觉得瘦很好，可那一刀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这个手术好好的就瘫了。那么对我来说，手术不是我的恐惧，死亡也不是我的恐惧。我觉得如果被主接走了，我们有信仰的，有基督在我们里边，我们基督联合的人美好无比，我们没什么可惧怕的。最怕的是瘫了，瘫了这个年龄瘫了，你要再活20年，那你很惨的。你不是你很惨，你太太很惨的，你的孩子很惨的，对不对？基督徒又不能做安乐死，你还可以不可以做安乐死？安乐死违反圣经，你不能决定你的生，也不能决定你的死，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得熬，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祷告，我说主，或者让我全然的康复，或者让我去你那里，这是我的祷告。感谢神啊，神听了我的祷告，哈利路亚。所以在这个保罗的思念的时候，我想到了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和以弗所的教会，他所建立的教会的感情跟我很像，我是很像保罗对你们这里。所以我在疫情这几个月来不了，我就一直的急，就挺着急的。因为本来预定我4月份就要过来，结果过不来了，手术了。然后呢，这个医生也告诉我，你不能坐飞机，你坐飞机这血管刚刚缝好会断开，血在飞机上喷出来不是很惨吗？对不对？因为那是静脉动脉，脖子的动脉它不像别的，你不像皮肤割口出点血没事，这动脉一出血就出光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牧者非常重要一点，他的思念。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那么首先知道保罗的想念是在基督里的想念，对不对？感谢我们的神。他说我每逢为你们祈求的时候，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是欢欢乐乐的，欢欢喜喜的祈求和祷告。所以有人说腓立比书是喜乐的书信保罗说喜乐的书信，但是我觉得腓立比书喜乐是表面的，它的核心还是关于福音的，关于福音的。所以我今天讲的重点还是关于福音的。我们看看一个图表，看保罗的宣教。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欧洲的第一间教会，那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建立的教会。我们看到这个图很清楚我们看到这个图，保罗从在大马色信主，在我的右手边，今天那个没有电不好用。然后往上，在右边的上面看到有一个城市叫安提阿，对吧？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然后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就变成一个宣教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的主任牧师叫巴拿巴，他为了宣教，他把被教会排斥的
我这么说可能有人跟我观点不一样啊，被排斥的、被冷落的保罗，他在大树有十年的时间，他的老家，当他信主以后，他被主流教会的排斥，因为他逼迫过基督徒，所以就把他啊，这个回到大树去了，有十年的隐居。那十年，保罗经历了耶稣，他被提到三重天，啊，主耶稣向他讲了隐秘的话，所以保罗被巴拿巴找回来，所以巴拿巴是个伯乐，对不对？是个伯乐，啊，我们知道基督教里边两个最重要的人物，第一个耶稣基督，第二就是保罗，他超过所有的使徒，因为教会是他建立的，啊，是他建立的教会，所以保罗，使徒保罗在安提阿出发。然后回到大树，他的老家，看到没有？然后他被找回来的安提阿，然后他到了路斯德，到了以哥念，到了，比西比的安提阿，然后他上了美西亚，往上面最上面到美西亚，这都是小亚细亚，下边就别加摩、推亚、推拉这些的，启示录的七间教会。那这个教会当建立到了特罗亚那个地方，特罗亚就在那个海边爱琴海的边上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保罗本来是想往美西亚往上走去传福音。我们知道保罗第一次传福音，他跟巴拿巴去的城市叫居比路，居比路就是在今天的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就这个岛啊，大家看到这个啊，纳什米帕佛这个塞浦路斯就是安提亚这边这个岛啊，萨拉米那块看到那个塞浦路斯，那么塞浦路斯他俩要其实第二次宣教他不是这样走的，他们俩的计划是回到塞浦路斯来看望那里的建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第一次传福音信主了，建立教会弟兄姊妹，他们想去看他们，可是两个人发生了分歧。什么分歧呢？因为这个宣教团队大概是五个人，一个是保罗，第二是巴拿巴，马可写马可福音那个，哇，这个都是响当当的大名鼎鼎的人物，对不对？在教会的历史上，马可，然后还有一个叫路加就写使徒行传的这个作者和写路加福音的，然后还有希拉，大概是五个人吧，差不多这五个人。他们观点不同了，保罗不想带马可，为什么？因为第一次宣教带塞浦路斯的时候，马可吃不了苦，马可那年才十几岁，小孩吃不了苦就想母亲就回家了，那保罗下次不带你了，太小了，就这次保罗就坚决不带他。可是马可是巴拿巴的什么？巴拿巴是马可的舅舅吧，他是他的外甥，所以巴拿巴就告诉马可，保罗说他妈妈把他托付给我，我们要带他，不带不行。保罗坚决不带，两人就分了。这个是第一次在教会的宣教团队的分裂。可是这有神的意思。如果没有这次分裂，他们回到塞浦路斯看望原来的，他们就不可能向小亚细亚传福音，更不能向欧洲传福音。所以他到了这个。特罗亚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保罗准备向美西亚往上去继续的传福音。就在那天晚上，《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记载着说，有一个马其顿人，圣经说耶稣的灵却不可以，没说圣灵啊，其实是一样的啊。耶稣的灵不许他再往亚细亚，要他往欧洲去，因为他在印象中看到一个马其顿人来说你请你们来帮助我们，那个这被称为教会历史上最著名的马其顿呼声，我们现在常常说中国呼声、非洲呼声，啊，哪里呼声？其实最早的这个词出现，这个 call 是在马其顿来的，马其顿的呼声。这个马其顿是在哪里？马其顿就在欧洲，面对着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啊。他这个帮我指一下箭头，帮我指一下啊。好，谢谢。马其顿的第一个驻防城叫罗马兵丁的驻防城，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要塞城叫腓立比。所以保罗就到了腓立比，他就先到犹太人的会堂，然后犹太会堂不太接受他的，因为保罗那时候犹太人觉得他已经背叛了，他已经信基督教了，啊，他不是法利赛人了，那所以不接纳他。那在这个时候，保罗就来到了河边，有一群妇女在那里祷告，其中有一个姐妹叫吕底亚，大家记得这个吕底亚，很多的基督徒姐妹叫吕底亚这个名字，对不对？吕底亚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人，因为紫色布是皇帝
皇室专用的颜色，所以他的就是他很有身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可以供应皇宫的需要。那么吕底亚是个非常敬虔的人他是一个一神论者，但是他还不是基督徒。那么他祷告敬拜，但他并不知道说他敬拜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就把福音传给了他，吕底亚就信了耶稣。吕底亚信了耶稣，吕底亚就打开了他的家门，就接待了保罗的宣教团队，说你们住我家来，因为他那个家里条件非常好，对吧？一个很有名的商人，家里条件很好的，住在他家。你要知道这个动作在教会的历史上是什么样，是划时代的。很多人都认为基督教是从欧洲发源，然后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尤其后来传到我们中国大陆，这是错误的。基督教是中亚开始的，从耶路撒冷，然后到小亚细亚，然后才传到欧洲。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就是腓立比的教会，欧洲第一个信主的人叫吕底亚，她是个姐妹啊，这个姐妹。所以我有一次我在学院写 paper 的时候，就写到说，哎，这个吕底亚，她打开了心门，接受了耶稣基督，对不对？然后呢，她打开了家门，来接纳了保罗的宣教团队。你知道，她自己都没有想到，她打开了欧洲大门，她建立了欧洲第一间教会，基督教从此进入到欧洲。哇，这个姐妹真的了不起哎！我见到。叫吕底亚的我都觉得挺了不起的，我都可以给一份尊重啊，对不对？我在印度尼西亚宣教，有一天我就遇到一个姐妹，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吕底亚。我说那你卖布的吗？她说我是卖布的。哎，她真是卖布的。哎，这个很巧啊。后来她说四哥，她光叫四哥，她说我认识你，广场说我是你战友，我是青岛大海洋大学来到广场抗议的学生，后来回学校被开除啊，有人说我会被抓坐牢，他说我就跑了，偷渡到印度尼西亚，因为有一个印度尼西亚的男人在新加坡的一个岛，把他接过去了，用船接过去就娶了他，所以他可以在印度尼西亚生存下来，这总比在国内坐牢好嘛。他没见过那印尼人，那印尼人我看了，长得比我还黑，你知道吗？那个还比我还小，那他没见过他，他就为了生存下来嫁给他，没有想到这个人身体不好。生了两个孩子，老大两岁，老二一岁的两个女儿的时候，这个丈夫死了，他是肝硬化转成肝癌，死了，他就被婆婆无情的从家里边赶出去，因为他两个女儿，他又有个儿子还好一点。那在这种东南亚的这种社会里边，重男轻女非常的严重，然后把他赶出来以后，他说他抱着两个女儿，一边一个。身无分文，不会印尼话，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朋友，在大雨里边，他也不认识你，他不知道人生会为什么这么悲惨，他就想还不如跟同学们在北京坐牢了，跑到这里边，两个孩子，那年他才23岁，很惨，对不对？但是神，他说没有放弃他。书信，那我们看到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讲到我思念你们啊，思念你们是这种意念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常在我心里边，不是偶尔的想念，是常常的在我心里边。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保罗这里用了一个捆锁这个字啊，这个我不知道，如果一个人你坐牢被捆锁，你最思念的是谁啊？对不对？你是不是思念有人花钱把你买出来啊？我现在常常会想到王怡牧师，他还在捆锁之中，他被判了九年，因为国内现在教会不可以公开的聚会，他一定要坚持聚会，所以他被抓，被抓为了信仰，他判了九年。他的九年啊，我觉得还不如保罗。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凯撒大帝还是给保罗挺优待的，没有让他坐在牢里边，叫监视居住。保罗在外边租了个房子，对不对？那这房子这钱很多是腓立比教会出的，所以他在租了个房子，他在教导很多的人在那房子里边。那罗马的兵丁呢，就是看着他不让他跑而已，他在里边讲什么谁来并不管。那现在呢，王怡在监狱里边更严重啊，他
谁也不可以看他，他也不可以跟别人讲，而他在监狱里现在不可以读书，也不可以读圣经。所以我常常想，如果在国内宣教，或者在非洲有些地方宣教，弟兄姊妹一定要把圣经多背熟它，否则有一天你可能都没有圣经可读。你现在说我一打开手机好多版本啊，你到监狱里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我听别人告诉我说，林露姐妹告诉我说，她的妻子蒋荣师母都不能到监狱看她，为什么？因为她的搬家把结婚证找不到了，监狱就说，如果你找不到结婚证，就不能证明你是他妻子，所以你不能看，你必须补结婚证，补结婚证，一个在监狱，一个在外面，怎么补啊？没法补。所以现在我看到这个时候的逼迫比保罗那个时候还严重。所以大家你要看保罗那时候可以写腓立比书啊，可以写哥林西书啊，可以写以弗所书啊，可以写腓立门书啊。现在啊，王一牧师在监狱里面什么都不能写，什么都不给他。所以我们刚才说感谢神，那但是我们神是有恩典的神。我们在这段看到这个感谢主，这个保罗在这里面讲到了这个说我思念你们啊，我思念你们。就是我看看哈，这段经文保罗说，我所为什么思念你们呢？我们看第二点啊，我们来看第二大点，我下投影给我走一下投影。我们看到从这个照片我们还熟悉吗？这是我们教会这个堂刚刚建成现堂的照片，这是我们的当时的诗班，你们记得能找到你吗？我看我能看到谁啊，我也看不太清楚了这眼睛啊。这是我们当时现堂的照片，搬到这里。再往下看，跟你们回忆几个照片，其实还有很多古老的照片我没有放啊。再往下放，往下走。投影，哎，这是看我们孩子的节目。那这个孩子很多都上大学了，对不对？有的大学毕业了，有的已经准备上大学，有的可能就这两天已经送走了。这两天正好是需要开学的时间。再往下看，还有，这是我们建堂那天的合影，还记得吗？能找到你吗？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我，你知道吗？可能这照片是我照的，所以没找到我。我瞎看的是这样的，没有找到。所以感谢主，不管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位神，他给我们无限的恩典，无限的恩典。所以保罗在思念的时候，他是一个有牧者心肠的。有几点需要我们学习的。第一点，保罗的爱心。保罗的爱心，他对腓立比人说，因你们常在我的心里边。如果一个牧师他离开这个教会了，那个弟兄姊妹还常常在他心里边，他是不是很爱弟兄姊妹啊？那很多的牧师离开教会再不想那人了，那因为那人给他很多的难处，他在那教会有很多的成长，其实蛮好的，我觉得。然后我也常常会牧者开会的时候，会有些牧者离开教会会听到他们对过去施工的抱怨。我感谢神，我在丰盛华教，尤其在我们母堂有20年的时间，我从来没有抱怨过我在这个教会里边人的对付，吃过多少苦，多少的磨难，多少人的非议，多少人的误解，我从来没有。我觉得这都是神给我的一个功课，让我学习的，感谢神。所以我常常思念你们，相信吗？我也相信你们也思念我啊。所以疫情期间，很多弟兄姊妹在微信里给我发祷告，我不太看微信，但是我这个偶尔是会告诉我谁谁又问候你了，谁谁问候你了，感谢神啊。所以一个教会的牧者要常常的把弟兄姊妹放在心里边。保罗把腓立比的信徒放在心里边，这是他牧者的爱和胸怀。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要不仅把上帝放在里边，也要把上帝托付给他的羊群常常放在里边。第二，保罗说，我们还回到第一没讲完的，无论在捆锁之中，这个捆锁是指保罗为福音所受的苦。虽然在捆锁中，但是呢，他还是思念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第三点，他说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因为他不但甘愿为主受苦，他也愿意为主来捍卫真理，辨明。我们知道初代教会异端特别多啊，初代教会我们现在学着66本圣经，其实当时有不是66本，好多的次经
辨别不了真假。那么保罗是最能辨别真假的一个人，所以保罗写了很多护教的书卷，护教的书卷，是很感谢主。所以一个教会的牧师，如果他不能辨别真假，他不敢忠实的传讲真理，告诉弟兄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个牧师是失职的。因为你知道，牧师讲道不是讨人的喜悦。我今天站在讲台，我如果讨你们的喜悦，那我就错了。我要讨上帝的喜悦，因为单单讨那招我的耶稣基督的喜悦，他要忠实的传讲圣经。也许有的时候他讲的观点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他一定要讲圣经的观点。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因为你现在这个异端非常的多，你知道教会里历史上有一句话说，异这个叫逼迫杀死千千，异端杀死万万。逼迫的人啊，对教会损失并不那么大。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300年，大家如果你不陌生，你学教会历史的话，从有基督教，罗马帝国就把基督徒点天灯，放斗兽场跟野兽搏斗。你看他们的 电视写的都是基督徒，他们视死如归，那才叫视死如归呢，因为死了我就回天家了啊，所以没有惧怕。那有些主教面对着那个狮子扑来的时候，就大笑啊，大笑，因为主接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罗马帝国逼迫了基督教300年，基督教用爱啊，用信心，他们征服了罗马帝国，逼迫没有铲除基督教，罗马帝国在基督的爱里边成为基督教的国家，这是爱的力量，你们。所以教会在面对异端的时候比这个逼迫还严重，因为异端是把你的灵魂带到地狱里边啊，他不是按照圣经的要求来信，所以教会非常的重要，教会传纯正的福音啊，纯正的福音。前天我们教会有年轻人，非洛杉矶分堂有年轻人，有七八个吧，去了韩国的新天地，对吧？去韩国的新天地啊，他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现在不是犹太人，是韩国人，生在这个韩国的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小地方，然后呢这个姓李了，叫李万熙。所以东方闪电的这个头，那个女的也是生在中国的河南啊，说耶稣已经来了，降生在中国的河南，现在第一次是男的，第二次女的，所以就表示男女平等，对女的尊重，对不对？好了，你不要以为没有人信，说东方闪电他们自己说有上亿的信徒，这个我不信，但几百万总是有的。那新天地呢也是的，到了洛杉矶他们就办了个神学院，办了个神学院就四处招生中国的学生，然后他们就跟你讲圣经，然后很多学生说，哎呀，他们讲的比我们牧师讲的好，他从创世纪给你讲到启示录，讲到启示录的时候尾巴露出来了，耶稣已经来了。姓李，姓李，说不定下次还来一个姓张的，你知道吗？这些异端非常的危险，所以我就把那个姐妹，因为那姐妹就在教会里拉人进他们的神学院，后来我发现了，我就赶紧把她从微信里面拉出了。完了，好多的弟兄姊妹开始批评我，牧师没有爱心，把人从微信里用一个词叫踢出去，一个动词叫踢。那天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把他拿出去不是踢出去啊，拿出去是爱他。你试想，那时候正好新冠开始了，一个人得了新冠，你不把他从这个群里隔离出去，你把他放在家里面口罩也不戴，那你是爱他吗？你对一个新冠的仁慈就是对健康人的残忍，你对新冠隔离是为了医治他，他得到彻底医治，不传染别人，然后他回来以后重新的加入到我们群，建议健康的样子回到我们的群中。那现在我们还在继续关怀他，跟踪他，对不对？因为他男朋友是个韩国人，他男朋友不吹呢，他是离不开那个新天地的，这是一种捆绑啊。后来我就一个一个打电话，把我们那七八个年轻人都从新天地拉回来了，
啊，然后就这一个，我们现在不知道啊，但是其他都回来了。回来以后，他们才分享他们多么邪恶啊，他们的教导多么错误。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神学院。为什么我要开始这个神学院？就因为受这个刺激了，你知道吧？但是韩国人办神学院哇，免费，然后这个教的全是错误，教的就是更不是中国人去。所以我们常常听牧师说，不要去东方闪电，不要去新天地，啊，东方闪电也叫全能神，啊，这个明显的异端，还有很多不明显的，不要去，啊，这个我就讲讲会得罪人的这些极端啊，但是不要去这个摩门教，不要去耶和华见证人，这是明显的异端。那有人说，哎，那摩门教比你还有爱心，人家两个两人开车骑自行车传福音，一星都没有听说过，我什么时候看到你们骑自行车传福音去了？这是行为，但是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觉得他们这种传福音的样式是好的，但他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是错的。他们把人带到地狱里面，所以一个牧者，有牧者心肠的人，他要寻找羊群，他要牧养羊群，他还要保护羊群。他必须，为什么要读神学院？因为你不读，你对异端你就不可能认识了。你觉得我自己就可以认识？不可能的。就像这些专业的识别假钞的专家，他是在银行工作的。你说我修车的也能分辨假钞，那很难，对不对？银行工作的人专门来辨别假钞的专家，他才能辨别出假钞是什么，所以这很重要啊。所以保罗在讲是辨明证实这两个词，一个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这个就是告诉弟兄姊妹说有异端来啊，异端来，所以我们要有牧者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辨别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好，我们看第二点，保罗的称赞。第一点是保罗的想念，第二点我们看保罗的称赞。保罗的称赞就是同心合意的兴旺了福音，头先往下走，好，往下走。那么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五到六节，保罗讲了一段话，啊，五到六节，保罗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了福音，我深信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啊，这段话很美啊，对不对？是不是很美？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大点声啊！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了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知道，无疑，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的教会。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圣经的核心，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讲得很清楚，所以保罗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并且死里复活，这个就是福音。用一句话说，我记得有天严佳琪在电话里跟我谈福音，我们俩谈了一个半小时，80岁的老人家给我打电话打半小时，跟别人他不会谈那么久的，因为谈福音很多又深奥又浅显的道理。那么我们知道严佳琪原来是中国社会所的科学院社科院科政治所的所长，89年被通缉的第一号人物，知识分子的第一号，就是严佳琪、包尊信他们啊。那佳琪给我打电话，然后信主了，下礼拜我到他家给他受洗去。他就跟我说：伯利，你告诉我，你用一句话告诉我福音是什么。那我就说了刚才这个林顿前书这话。他说是不是就是好消息？哇，我说你这个你太厉害，你这理解太深刻了。福音就 good news 嘛，就好消息嘛，对不对？什么好消息？人在要死的时候告诉你不死了就好消息嘛，人要动手术的时候告诉你不用手术了，你好了，那就好消息嘛。所以一个人在死亡的咒诅中不能脱离的时候，我们脱离死亡进入永生，这是好消息嘛，它解决了人类所有的疑惑。
人不管你多么伟大啊，多么这个知识丰厚，你都不可能脱离罪的捆绑。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多有知识的人，但是没有良知。那我的老师叫钱理群，在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的教授，他说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叫极端的利己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儿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想的都是金钱。古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你知道吗？他们不在于贫富，他们在于品格。那今天的知识分子，你看多少讲品格的？这是他说的啊，他是知识分子的一份子啊，他是这样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以，当我们今天回到圣经中看到这个福音的内容的时候，因为福音是好消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我们要把福音给我们最爱的人，对不对？我感谢主，有一点我是可以向主交账的，就是我把我的家人带信了耶稣。我们家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几代，对吧？不是军队的就是警察的，警察部门全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对吧？所以我逃的时候，我们家有人可以抓我，有人可以关我，有可以审我，这个都有这种责任的人，对不对？那我反叛了，他们全受影响了，官都做不成了，这个影响很大，知道？对他们来说，如果我不反叛，他们现在都成为有钱人、有地位的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我救了他们，他们没有成为贪污犯，他们都成为正直的，不正直也不行，没机会不正直，对不对？所以我有一天，我记得我跟我嫂子说，嫂子，对不起啊，这个如果没有我，你官太太吧。我那时候那几个哥哥不是团政委、政委，就是警察局的局长。那我嫂子说，哎呀，老弟呀，我得谢谢你啊，你不要讲这句话，咱们兄弟，如果你不闹这一下子，我今天可能都不是你嫂子了，难说，这个世界就变得这么坏，所以你会看到说，从另外一个角度，福音是给人带来全新的生命的一个人，一个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到福音的核心的时候，他特别的讲到了，是同心合一的，一个教会。如果不能够同心合一，这个教会不可能兴旺福音的，对不对？因为不管你来教会什么目的，你信了主了，你生命如果真的被更新了，你一定会为福音渴慕，你会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焦急，对不对？我信主了，我就为我爹妈焦急，这些老党员，我第46年就参加共产党，那么他不能信主，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80岁我爹受洗，我妈受洗，我哥哥嫂子受洗，我妹妹妹夫受洗，我侄子侄女受洗。我爹受洗那一天，我们家十几口人受洗，他要受洗谁都不敢不受洗，他说我到天堂一个都不能落下啊！好像你四叔说天堂还可以在全家在一起吃嘛啊？那我每次过年吃饭一个都不能落下，现在也不能落下，所以都得受洗。那感谢主，我爹80岁受洗，活到了96岁，那94岁被主接走。这14年，教会读经祷告，感谢神。那他很有意思，他住那个病房，有病，他有一年在医院里边住那个，就是他老干八路军住的那种病房啊，在一个城市那个3楼，他说就他一个病人。我说就你一个呢？他说像我这个年龄的、这个资历的，都死光了。没什么人了，所以他那层就他一个人。完了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的医疗保险？他说不用医疗保险，我这个你大革命这么早的人，这个政府都报销的，感谢神。你看政府报销也感谢神，你看这个生命就完全不一样啊，感谢主。所以同心合一非常重要啊。那么保罗在讲，按照使徒行传第16章记载，保罗首先在腓立比跟吕底亚这些同工们同心，还有个被鬼附的啊，知道吧？还有几个姐妹，
那个他跟他们同心，所以他们才能兴旺福音。那么保罗在监狱里，在腓立比坐牢的时候，他跟希拉同心，他俩在监狱里大声歌唱，然后监狱的大门就打开了，大家还记得啊？那么地大震动。然后当他出了监狱的时候，他又回到吕底亚的家中，和宣教团队的同工们同心合一，然后他才离开他们，才离开他们。所以保罗做了同心合一的榜样。所以我们往下走一下看看啊。那么如果我们看腓立比教给我们做的榜样，如果我们不能够同心，就不能够同行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好。我们看到这些同心合一的弟兄姊妹，你们能看到这个照片找到你吗？那第一张是我们洛杉矶分堂的第三年成立第三年的这个夏令营，我们的这个中间那张是我们教会的夏令营啊，在哪里？在宾州那一次，对吧？你们还记得去了吧？那个有个很美的湖畔啊，那是托亚还在呢，我记得还有跟托亚照了好几张照片。下面是我们今年的受洗的洛杉矶的分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当我看到这照片，感谢主啊，当我被神拣选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好像基督教界不欢迎我，他们给我贴了个标签叫迷运牧师，记得吧？还有我贴标签灵恩派。我记得那天我到马来西亚吉隆坡，我在唐宗牧师的那个改革宗的大会上，我做讲员。然后唐牧师就我在 lobby 等我，我下了飞机，他派人给我接到酒店，我一进 lobby 他在等我，他说伯利亚啊，他说是张牧师啊，这个请你真不容易。我说没有啊，你告诉我来，我就你把时间安排了，我怎么不敢不来，你让我来我敢不来，对不对？不是你不容易，是我不容易，知道他说话的风格就这样子。我说你什么不容易呢？让你来做个讲员，多少的不同意见，知道吗？说那你怎么还敢让我来？所以我站讲台，我就说，唐牧师告诉我，我这次来非常不容易，又得罪了一批人。我说，因为我有标签，我有 label， 一个标签叫民运牧师，一个标签叫灵恩派，改革宗的怎么可以接受这么一个讲员？很特别，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会贴标签的，那你如果信主之前你是黑社会，像吕代豪，加一个黑社会牧师，会这样加吗？对不对？那我明明就参加五十多天而已嘛，我就是一个学生，就参加天门运动五十多天，我就带一辈子，对不对？明运牧师，你别以为明运是正面的，是负面的，是讽刺你的啊！我自己能感觉到，我感觉到他们不欢迎我，我感觉到，但是因为。感谢主拣选我的不是他们，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就开始，我这个毕业我就开始建立教会。我从神学院毕业，那我现在建立了十几间教会。我到现在，我感谢主，我在布道会里面，不要说在网上，我在布道会里带成千上万人信耶稣。我这个不配的人被基督拣选，我摆上了我的五饼二鱼，神就使用。我才觉得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对不对？圣经说若人在基督里，他是什么？新造的人。哈利路亚，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同心合一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首先腓立比的教会，他们为什么可以12年一直同心合一，他们没有分裂过。圣经好像没有记载着他们像哥林多教会那么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有有知识有金钱，可是哥林多教会有的是属保罗的，有的属基法的，有的属亚波罗的，都是不能同心合一。所以保罗一想到哥林多教会，他就心里的忧伤，所以他就写了哥林多前后书来叮嘱他们怎么在基督里边谦虚下来，认识耶稣基督是生命的至宝。那么在腓立比书他就没有，他讲了腓立比教会他就喜乐。所以因为腓立比的教会同心合一，与主同心合一，与使徒保罗同心合一，与众同工同心合一。他这个里边用这个同心合一，不是同心合一二的一，是合一，是合一。我们受洗是合一，一洗一神一主一信。那么但是在
福音工作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同心合意，一个意念，一个意向，一起来努力，我们才能够得以有福音的果效。我们看到同心合意的果效，我们头往下走。首先，我们看到福音得以传扬了，对不对？啊，同心合意的果效得以传扬，教会得以兴旺，生命得以成长。还有同在生命册上，我们再往回走，看看几张图片啊。我今天给你预备了一些图片，你看，就是，所以我常常想到华盛顿的我们的母堂，你们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一年我们宣教建立了多少教会？你们差派张牧师出去，每一年我大概是一个月出去一次，一礼拜，三个礼拜在我们中间，头十年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传扬了福音。我们建立了教会，我们带来多少新耶稣，每一个都有你们祷告的后面的支持，每一个都有你们金钱的后面的支持。这个就像保罗写信给腓立比，因为腓立比对保罗的捐献是最多的一个，保罗的祷告都是只有腓立比教会给的钱啊，很多可能很多都不给了，只有腓立比教会，所以他非常的纪念腓立比教会。我们看到这上面的照片是我们在洛杉矶水晶大教堂的一个布道会，我在那里布道，那天有差不多有1000多人信耶稣，就一晚上来了6000多人。那个教堂是洛杉矶的地标，完全是用玻璃做的，被称为水晶大教堂，挨着迪士尼乐园啊。你看到这个图片很特别啊，你们要看啊。当时我讲到，就是我在呼召快呼召的时候啊，我在呼召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他那边空着有一个黑的是门，玻璃门打开了，就当牧师呼召的时候，玻璃大门就打开了，然后那是通往天堂的大门，他的语义是在这里。那对面就是迪士尼，当他打开的时候，迪士尼的烟花正好到点了，开始放烟花，满天都是烟花，哇，那6000多人群情热烈啊，哇，这个美国教会从来坐不满，教堂也卖了，那时候已经我们租的时候就是他正在卖的时候，所以他很便宜的租给我们，用了一次才10000多块钱，当时也没有钱啊，我们就4个人来筹备聚会，那我就找其他几个人，我说这个需要先把教堂租下来，美国人做事情要先 contract， 那租这么大教堂有没有人来我不知道，我认识的也就那么10来人，我还挨个打电话我也打不过来，对不对？我们就得祷告，我们先把它租下来，要15000块钱，这个挺多钱啊，对不对？长执会开会会同意吗？我们教会那时候账号里是10000块钱，还没成立呢，我们洛杉矶分堂还没成立呢，刚刚有团契的聚会，所以那我就找4个弟兄，原来我们在洛杉矶认识的，我说你们一人出4000块钱，四16000，差不多了，1000块钱做广告，那另外1500把它租下来。如果我们会收奉献的，如果有奉献我们还你，没奉献就算你们奉献。4个人都很高兴的开了支票，我们就租下来了，6000人呢。那警察维护秩序的警察，哪出来这么多中国人？我一下子因着耶稣的名字，因着福音。你们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第二章是我在我看哪里，在多伦多也是5000多人的布道会，好多人信主。第三章很特别，第三章是我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叫奥莱德兰，一个谁知道这个城市。我本来到墨尔本到悉尼布道看望我们分堂的弟兄姊妹，他们带我到奥兰德兰去休息几天，那个地方呢出红酒，是澳洲的酒庄最出名的地方，所以我们到那去品红酒去了。然后呢我们再看看那里的袋鼠，就是袋鼠比人多，还有兔子也比人多，说的兔子很肥，我们就去打兔子去了。结果一到那就被当地的弟兄姊妹发现了，说张牧师怎么可以休息呢？张牧师对传福音呢，对不对？礼拜二晚上租了个教堂啊，然后就告诉张牧师你讲遍信息就行，别的你不用管。我说奥兰德兰有中国人吗？我们也不知道多少，我们看有多少人来。大家看到第三张照片，那个1875年的教堂
做得满满的，一个古老的教堂。我第一次讲那么古老的教堂，多少牧师在那里讲过道。当我呼召的时候，那慕道有多呀？哇，一半人信耶稣，感谢主。这个都有你们祷告的果效，都有你们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的果效。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疫情期间看我们人少了，有点灰心丧气的，不要灰心。我们的教会在国度上很有影响力。我们的教会在国度上，因为你是神的国度的一份子，对不对？等到疫情结束的时候，我们教会又会做得满满的。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那么腓立比教会有没有不同心的，我们再往下看啊，也有不同心的地方。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二节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边同心啊，主里边同心。那你如果你读这段经文的话，你没有读过圣经，你以为这是两个老人家在打架，不是的啊，这两个姐妹，有阿爹是姐妹，寻都基也是姐妹。那么有阿爹的意思呢，这个翻译在和合本用了这个爹这个词用的是不好的，那西译本就把它翻成蝴蝶的蝶，有点像姐妹了啊。那么这个有阿爹的意思是优美之路的意思，就是一个香料，一种香料。那么寻都基呢，就是幸运者。这两个姐妹都是女执事，她俩观点不同吵架。那么为什么吵呢？好像初代教会的有些的这个教父有解释，说可能因为教会的福音的方法不一样，两人有不同意见。还有说可能因为给保罗的捐项多少意见不同不同意见。不管怎么样，他们两个是有不同意见，但是他们两个有一点啊很重要，就他们两个都在生命册上，第四点，同在生命册上。这段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二到三节，保罗说，我也为你们这真实的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我求你们，求他们同工们，我求有阿爹和寻都基在主里同心，我也求至少同父一轭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经与我一同劳苦啊，这是保罗对他们的肯定。还有格利勉，不是主后250年那个格利勉，不是那个教父，当时的一个同工叫格利勉，他说并与其余的和我一起同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这个很重要，他们都是得救的人，他们也有意见，这正常。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要同心合一，因为圣经说不能同心焉同行，我们中国人特别懂家和万事兴，对不对？一个教会如果彼此和睦，也会很快兴旺起来。如果一个教会，你到教会，牧道友来了，到教会啊，你就听到，哎呀，说我们这个长老不好，那个执事有问题，我们这个牧师软弱啊，你讲了一大堆，或者甚至你讲其余的别的教会，那个我们对面教会不好，来我们这儿，这都不对的啊。同心合一是彼此相爱。圣经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能否同心合一非常的重要。那什么样同心合一呢？是以牧师的心，还是以长老的心，以执事的心？不是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啊。这个以弗所书不是腓立比书，保罗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将阻碍拦阻合一的因素拿掉。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所以保罗告诉我说，我们在基督里边的人要彼此的合一非常的重要，感谢主。我们看第三点，我们往下走，我们看第三点啊，这还有些照片，看第三，保罗的期待。我们刚才讲了保罗的想念，然后我们讲保罗的称赞啊，称赞腓立比教会同心合一，还有保罗的期待，他期待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要成长，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在第九节第十一节，保罗这样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在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
多而又多，弟兄姊妹要好好读这段经文啊。这里边讲了三个层次啊，三个层次：爱心、知识、见识啊，三个层次。一个基督徒没有爱心，可能就缺了什么？没有知识，愚昧，对不对？基督徒要读书啊，要读书，要知识，还有见识。见识就是智慧。当处理任何人生艰难的时候，这个见识非常重要啊。在处理教会发展的时候，见识也很重要。啊，所以这三点弟兄姊妹要了解啊。所以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他又讲到在基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基督的日子就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号筒吹响，圣徒基督会把他们带来，那地上的圣徒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个时候人都变了形象，不是现在的肉身的形象，是个荣耀的样式，什么样的我也没见过。圣经这么说的，我们凭信心就相信啊，因为耶稣基督曾经是荣耀的样子。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他门徒谈话，门徒没认出来，他是一个新的样式。人的复活也是如此啊，所以保罗在这说了，在基督的日子里边，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颂赞归于上帝。这仁义也可以叫义的果子，义的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义就是从罪恶成为义人。感谢主。我们看到有三点我们要需要在这里了解的。第一点，爱心的成长，爱是可以成长的，爱心是可以拓展的。我过去在中国的时候，我只爱祖国，我爱我的父母，对不对？当我信主以后，我爱整个人类，我该爱的，我不仅过去，我过去是爱中国，我恨美国，对不对？我小时候说啊，中国飞机加加油，美国飞机掉毛楼，毛楼你不知道什么，东北那个毛道子就是那个厕所，那小的时候都是。所有的灌输都是仇恨美国的。那今天我不仇恨了，我开始为美国祷告，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居民，我是美国的公民，我会为我的国家祷告。那我也继续为中国祷告啊，我为所有的耶稣基督爱的人祷告。耶稣的心就是我的心，他爱谁我就爱谁。那感谢人，这非常重要一点，所以我们要爱心中得以成长。我们看到这个，这是四年前受洗的。我们每一年在海边受洗的很多人，那个举手那个人啊，那个举得最高那个人叫这个王弟兄，王岳是个大画家。你知道这艺术家都比较骄傲啊，信主蛮难的，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这个信主特别难啊，比那些学理科的还难。他们满脑子都是自己的理论，分辨的啊。那么太难，传福音难，但是他遇到了人生的难处，他的妻子得了癌症，得了癌症，后来这个本来两人要到欧洲旅行，这妻子得癌症要做各种检查，要化疗，就走不了了。哎，票花了4000美金买的，那个一个旅行团退不掉，但是可以让别人去，所以太太打电话说：“牧师啊，你够辛苦了，能不能陪他去一次欧洲？”啊，我的想法就是这一步把他带清楚，这是我的最大的期待。哇，这个责任很重啊。这个老顽固，那些老油条，什么叫老油条？就炸好多次，越炸越硬，越炸越硬，就老油条。你知道这个很多慕道友在教会里待了10年20年的老油条，圣经比我们都熟啊，很多时候就是不信啊，很多老油条这种，对不对？他就是其中一个啊。那后来我就跟他一起去了，那去很有意思啊，因为到欧洲，我们俩住一个房间，我挂的牌是写的 Linda 啊，他拍的那牌，然后。这个导游就是一晚上分房间，说王岳林的，我们俩就走过去了。很多人吓得不敢吱声，因为美国政治正确嘛，对不对？这俩人怎么回事？怎么这个男的叫林的？人一定是这个比较时髦，对不对？谁不敢讲话啊？后来他们是1300广播电台组织的，那几个主播都认识我，高宁同志，他那不是张国立牧师吗？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见证，哇，大家就开始，才发现那个旅团好多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开始就为他祷告，他就陷入到
这个福音爱的海洋里面。他吃饭的时候一帮人基督徒跟他辩论啊，吃不好。要是也谈不好就别睡啊，祷告。不仅我一个，我发现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帮忙，觉知了，信主了，回来就受洗了。那天受洗的时候，哇，天都开了。本来大海上阴云密布啊，当我们举手祷告，哇，又看见出现了云彩，然后整个闪开，太阳照下来。那一刻都哭了，很多弟兄姊妹哭了，因为他妻子哭得稀里哗啦的啊。妻子说，4年的化疗苦难啊，但是这我们夫妻关系得到彻底的更新改变，他的生命得以拯救，感谢神，就离开人间没有惧怕。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人，每一个受洗的人后面都有个故事啊。牧师特别喜欢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我传福音，我觉得我们做什么工作可以比传福音更有意义呢？我们做电脑赚钱，你有退休那一天。我们做医生，有一天眼睛花了，手术刀会抖的。但是传福音，可我们可以一直传到我们生命的终结，见主面的时候，而且这一切的都积累在天上。我们地上的一切都带不走的，唯有你传的福音，带人信主的灵魂在基督里边，在主里边，你可以得到啊，这个能再见到他们。我们再往下看，爱心成长。保罗期待教会知识成长，一个教会关我爱没有知识，所以我们的爱是没有根基的爱，爱还有公义，还有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就需要弟兄姊妹读经、祷告，在尤其读经啊，来学习。我们在疫情2020年，我们成立了神学院，叫华夏福音神学院。我们第一期已经毕业了，这一期我们毕业了136个学生，因为瘟疫来的都是美国的学生，外国进不来，所以外国的学生都在网上参加的毕业典礼。你看到我们就毕业了，感谢主啊！赵爱国牧师也从飞升飞过来，那个就唯一没穿毕业衣服就赵爱国牧师，这个中间是有几个老师，我有师母教他们啊，心理关怀。然后这个还有杨瑞牧师，还有世伟啊博士。我们这个所有的老师大概大多都拿到了博士学位。大家知道我也拿到博士学位，不容易啊，我读了12年啊。这个全是博士我们才可以教神学院。那么这个杨瑞牧师现在也在读博士啊，感谢主。我们还有徐志秋牧师、王志勇牧师，我们一大群的来自中国大陆的，过去都是啊北大的、清华的、什么人大的、政法的、北师大的，都是一流大学的学生，后来来到美国读完神学院，现在有的在美国大学当教授的，有的在教会当主任牧师的，都在服侍主啊。这个年龄了都50岁以上了啊，来的时候20多岁，读完书了服侍主30多岁，20年过去了50多岁，现在都在从事神学教育。我们所以在知识上要成长，所以基督徒我们要了解整个的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我们要了解福音的核心，所以我们要还要了解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才可以教导别人。我们看到第三点是在见识上的成长。什么是见识？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见识是一个基督徒对于圣经的把握，对永恒真理的把握，从创立到启示录，我们对神的永恒计划的把握，包括对你自己的被拣选，你人生的把握。为什么有的人我们在中国没有信主之前遇到事情，我会找一些老年人，老年人总是比年轻人见识多，因为他经历多，对不对？要有见识，这个非常重要。那基督徒的见识来自于圣灵的能力，来自于圣经的根基，也来自于你的常识。什么是见识？见识就是常识。比如说男就男，女就女，爹就爹，儿子就儿子。这个世界男不男，女不女，儿子成了爹，这个女儿成了妈，这个就是不是见识，不是常识。当你遇到一些人生难处，要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你要想到常识，上帝所创造的规律，上帝创造的规律非常重要。所以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让我们去管理、看守、修理，那么就看守修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不断的远离圣经，不断的堕落，不要世界，世界就是常识，不要世界了。世界就是不可以有别的神嘛，
不可以拜偶像嘛，不可以这个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啊，现在实际从美国国会过去各个州的国会都拿掉了，全拿掉了。我在洛杉矶啊，这个现在这个房子，当我买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书房挂了一个十戒，我就决定要买这个房子。我知道这是一个敬虔的、愿意有常识的人住的房子，很重要一点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对这方面很糊涂。我在谈天说地里边也常常有人批评我，批评我都不删的，我就会看，说你牧师不要谈政治，牧师不要谈政治。美国好坏跟你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这个怎么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那你不生活在美国吗？如果一个鱼水的品质好坏跟他没关系吗？他生活在水中，他当然要关心水的品质。那我们就在生活在这个实验社会里边，我们要了解这个社会的品质。这社会很多东西都违反圣经，违反人伦，违反常理，违反，所以你要有见识，分清什么对什么错。你可以再教导你的孩子。很多年轻人不敢要孩子，为什么？不敢把孩子交给这罪恶的世界。但是你可以交给上帝啊。所以为什么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世界的光？一个基督徒要发光啊。因为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盐，你们是世界的光，他没说你是教会的盐，你是教会的光。他说你是世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盐就要防止腐败，光就要照亮黑暗。耶稣说你们光不要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面，才能照亮一屋子的人。他的一屋子是所有的人啊，指全世界的人。所以基督徒有两个使命啊，记住，一个是福音使命，还有一个叫文化使命。这个文化使命就是看守修理上帝创造的伊甸园，他给我们的责任，看守修理不是按照你的意思，是按照上帝的意思来看守修理。所以我们要敢于说错误，对错误说 no， 我敢于说 no 啊。感谢主，美国大法官废除了不可以在公立学校祷告的这种过去的这种行政命啊，这个法令，这个违反宪法。所以我们前几天我们看到了美国大法官决定了可以在公立学校祷告，70年不许祷告，公立学校也失去了祷告的功能。那现在公立学校在做什么？你看公立学校多可怕，孩子们一到公立学校，你没去过，你去看看去，哪都是。然后你不可以说他是男，他上厕所你不可以管的。过去公立学校1963年之前是祷告的，其实上课之前老师带着一起祷告，他们祷告就几点，我看过那个祷告词，非常简单，叫这个慈悲的天父，我求你来祝福我，也祝福我的老师，祝福我的父母，也祝福我的国家，就这么几句话，阿门。那现在孩子们还会给父母祷告吗？还会给老师祷告吗？还会给国家祷告吗？很多孩子反社会，你看到现在枪击案的孩子都是18岁左右，很多人反父母，一到13、14岁以上开始反对父母，父母越不让做我要做。现在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的朋友的儿子已经开始吃雌性激素，准备做变性手术，父母哭都没眼泪。今天就在这个堕落的社会，我们不敢说，那谁说呢？哭都没眼泪的父母，我听了我都会流泪。他说那孩子一个大帅哥可帅了，都有人说他是女生。而且合法，在我们加州堕胎合法化。其实堕胎美国法院没做什么，就是归还给那各州政府，并不是什么联邦法院定了不可以堕胎，没有。各州因为这是违反宪法的事情，这个权利不是联邦的，是州的，是人民的。好了，我们加州州长就说了，纽森说欢迎全美国要堕胎来我们州免费。
你没有钱吗？没有路费，机票寄到你家里。那钱谁出？我们加州的这个纳税人出。我也是其中一份呢，对不对？我反对堕胎，我对堕胎深恶痛绝，因为我赶过计划生育，我们这边只能生一个，中国堕胎了4亿人，现在要让生3个人，原来一个都两个都不可以，这就是一个没有完整的整全世界观的错误。一个领导人如果没一个整全的世界观，他又胡来。40年，4亿人没了。现在又逼着生三个，你有医疗保险吗？你有免费教育吗？什么都没有，他怎么生？所以我一谈到计划生育，我为什么深恶痛绝？我爹生了7个，我就生了1个，知道吗？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我最少得生4个，一个做4条腿比较稳，知道吗？但是现在我们都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你们能来得及的，赶紧啊，抓紧时间，一定。多生生养众多，众就是最少是3。你看汉语，众就3个人嘛啊，3人才叫众，2人叫双，1个人叫 single 单儿。所以这个你看孩子一个孩子多孤独啊。你看我逃跑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怕，我们家7个，我死了还有6个，我爹那有一孝顺，没关系。你看我压力小很多，你知道吗？如果我独生子女，我抽都得抽死，你知道我还敢去追求真理吗？我就不敢了嘛，对不对？所以年轻的啊，抓紧啊，抓紧，没结婚的赶紧抓紧。好，我们看到这几点我们要成长，爱心、知识、见识，了解吗？所以我们要成长。我们看到最后看我们的结论，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接满仁义的果子。保罗在这里说了，保罗说你们要接满仁义的果子，我刚才说也可以翻成义的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那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再往下看啊，来投影，我们看到这是加拉太书2:22-23所讲的这段话啊。您所结的果子就是，我们一起来读，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哇，感谢主，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爱的果子啊，喜乐的果子，和平的果子，忍耐的果子，恩慈的果子，良善的果子，信实的果子，温柔的果子，还有节制的果子。那么这个是我们生命成长所结的果子。但是保罗也在这里讲了，我们要结仁义的果子，这个仁义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万民。你们所以马太福音28章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丰华教会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是一个恒祷告的教会，是一个相爱的教会，是一个人人侍奉的教会。在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使命。哈利路亚，来我们唱首诗歌吧。我们来唱第一首啊，深深爱你耶稣。